之前发生了好几起私密影片外流的事件，被害人受到的严重伤害。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上，民进党立委范云希望在被害人提出请求的24小时内就把影片下架。然而，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回应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在讨论的时候，原本是有把24小时下架的这个条文列入，不过实务上执行有难度。有些呢是可能在国在外面。有些可能要业者的配合了，所以进那个在讨论的时候呢，本来要写24小时，但是警方说他24小时不见得做到，所以时间没有写，要及时了。行政院会通过修法草案，在刑法增订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专法哦。那偷拍呢，最重可以处3年的有期徒刑；散布最重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，并科罚金50万元。那如果意图盈利散布，还可以处7年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。那即使是使用深度伪造的技术散布或制作这样不实的不雅影片，也可以处5年的有期徒刑。贩售盈利的话，可以处7年。并科罚金70万以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